鸡头又小了，这头，鸡头又到位，这边越来越，越到鸡头上就这线就可以看到温度，啊，对，啊，剩的多大的温度就可以了？这个第一个这不是一百三十吗？最后一个是一百六，168左右，嗯，160，其实168，16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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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一代人莫笑。这个是控制什么的？这个是控制完了。绿巨条甩辣丝儿的。辣丝儿甩坏。儿加油，这不是加油？该加油是吧？加油，对，这不这个用啊，到这个位置没过它就行。或者一半儿，这打开，再打开，然后加油，没过这个地方。对，一半儿上就行。加什么油啊？齿轮油。齿轮油，还有什么地方加油啊？等一下。加油，在这儿没过一半儿来。这个没过一半儿，多一点行吗？行，没事儿，多点没事儿。只不能少哈。不能太多了，太多了以后有的时候容易这个。什么？太多了不好，反正就是一半以上就行。还有哪儿加油？别的没了，别的没有了。直接给他那什么吧，我们喊鸟啊，直接上吧。中间那个轮子是吧？嗯。为什么要选中间？边上的轮子也行，这个坏了用那个是吧？都用一个样，都用这边上的样。哪个都行，哪个都行，哪个都行。都沉了啊！从下面绕。对，一会儿这个往上存的，我这么着好松。看到吗？上的时候别一下上死了，多上几下，嘎子一下子得它上浮了。它这是照稳当，我照着皮儿。对。哎。直接沉过去，直接沉了钱一下去啊！你在外边上来送过来。把钳子拽着，来。来，给我。啊，来。别走，你上后边你上后边走。走。是吧？行，没问题了。走吧，走过来吧，我咱直接上上去吧，不上去吧，我直接在这。引线，有引线，没引线那走不了。还想这个人都缠一圈了呗？缠三圈吧。缠三圈了。走眼儿不看眼儿了，一会儿先抻长了，抻长了好长点肉。那边头一次，感觉出了他就用引线了，那咱们能扔引线呢？啊，这是那引线。对。
停在这儿了，差不多了。这个没缠这个啊，这个没缠，你坐的过去。啊，稳当的。行，你过来开开起来去。来，我一开。开开起来啊。啊。你这把是干嘛的？二哥，这是灯啊，它三个单位的。一二三。一二三。也都是他的快慢了。对。好嘞。平时是几单位？啊？平时就看你时儿，这时儿的什么了？他开的最快，你够用不够用的事儿。转了，这个不转，它转都不对啊。这个是不是转的？对，光还个转，光那个东西的，那个上面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转的。抻，好，再来一个。往这边抻的。抻。抻。抻。好嘞，好嘞。来来，走，朋友们，好嘞。抻，走，抻，好嘞。走。那边。过来档是中档是吧？啊，中间那个。这个是低档啊。这不是快一尺吗？不能，我都没法吃。这种都单了，这种一百五啊，高一百五，超过一百一百五，咱这开始吃肉的，这个是这样。这是你这个是你的。啊，对呀。啥？我呀。灰色的是吧？啊，灰色的没有，现在没有现货。啊，行，好嘞，没事。等一会儿。排料，不要人，排料。啊，排料。他们老板叫他们老板知道吗？没事，我排料，等料排出来再来。对哦，这个身体的模量打过来是吧？对。主机调试，这个主机是哪儿？对，这主机。主机这个是管导的。这是主机。这个是主机啊，这一个是主机啊，行。这是同步。同步是所。它控制这两个电机，这两个电机的同时启动，同时运行。Thank you.
测试一下就是备料是吧？对，备料有油，这不有油吗？这还能拿来用吗？这个不用用了。所以是下次就没有了，下次就没这个了。下次他去给他争取的礼物。我来了，这个人还是发塑料呀。嗯。对。这个叫鸡头料。鸡头料。啊，鸡头料。清晰的。一个啥个的开始。但现在不是都有的资源。这字数开开去。就这一种模式，就这一种，对，就是铁质45号钢，属于一层配件吗？属于一层配件吧。像你这个，有可能今天在这玩，有可能在这最头，有可能都废了。为什么废了？你这个铁丝那些个细疙瘩，然后那个钢里边有钢木，然后那钢木给单下来。单眼的都废了，有新疙瘩就不行。对，我就说你那个啥猴子说，哎，把这个的设，把这个地方设一个钢木就好了。这钢木也不行，勒一下不行。勒一下，勒一下它就像成大了。啊？那到后边了去。有新疙瘩就不行了。有新疙瘩后，它下面这木是燕子干树的，看到咱们这是240的紫是吗？嗯、对吧？嗯。240的，我现在使的这木是270的。啊。是250的船，它都别的，因为那锡呀、啊。镀锡镀的都不是这么贵的，你看88挺远，有的你走这个锡水，那么一镀锡，镀的这水都不贵的了，还在锡没有。